他们两个人的喝，他们两个人的那个，哎，那个那你们那个组合叫什么？他们两个的演唱组合，其实我也其实在台东也算小有知名度，嗯、是吗？至于金牌做那个制作人陈建年先生，当时都还是他们两个人的伴作。是的哈、哦，所以一定要这样来听听他们两个人唱这底下的两首歌、三首歌。可是我现在换我声音不好了，怎么办？我恨你们，来不及了，歌单都排下去了，所以一定要唱这样子。我恨你们。对啊，现在目前在台上声音可以只有玉琴的声音可以听。其实老实讲，我们真的对大家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抱歉。骗人，真的，你看声音多好，你看。嗯、好吧。来吧，秋蝉，大家听过吗？Home